好，欢迎大家又嚟到足球机啊！今日咧，我请咗两位好后生嘅香港年青球员、羽球员张俊天同埋袁世杰喎。系，好，问下两位先。嗱，俊天、世杰，你两位几多岁先？19岁，啱啱生日19岁，好年轻啊！大家真系。咁你两位几时可以踢波？几时开始？6岁开始。世杰咧？咁我就10岁开始踢波嘅。啊，咁但系。點解會無啦啦由呢個可能喺街場踢啦，都係由街場踢波踢下踢下變咗職業咧？咁有冇遠遠咧？誒點樣個路程係如何發展出嚟嘅呢件事係？咁我講先咯。咁一開始其實都冇諗住踢波嘅。咁細細個即係將足球就當為興趣啦。咁由基層開始踢，即係可能由青訓，即係可能你聽過啲可能興趣班啊，即係可能賽馬會嗰啲啊咁。之後慢慢接觸啦，咁一開始其實都唔係話太好嘅，跟住有一次就嗰陣時我就睇緊元朗區隊啦，咁然之後有一次比賽，咁踢完嗰場比賽之後，咁我嗰個教練就同我講話，咁香港隊有個教練就想你跟去，即係想試下，想我試下去嗰度就跟操，睇下有冇機會就入到去嗰度啦。咁我就開始想踢波，因為一開始其實我自己都唔係話太好嘅，但係覺得入到香港隊係一種光明，咁我之後自己又想繼續發展啦，咁慢慢慢慢踢到上去，去到而家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已經開始咗咁耐，咁我唔想一步咁樣放棄，所以我就一路 keep 住即係接觸足球啦。咁然之後遠遠又有機會呢、這個平台，即係俾到一個機會我去試下咯。咁我都係繼續嘗試咯，即係抱住一個即係試下嘅心態，咁慢慢慢慢去到今日咯。嗯，咁俊天咧？咁我就屋企人就我爸爸同埋爺爺都。係好中意踢波噶啦，咁我細細個咁佢哋都會鼓勵我去試下接觸足球，咁我都係我細個開始就喺屯門區嗰度開始踢。我睇兩位都係元朗屯門區。咁爸爸細個都會有時同我得閒，佢都會同我落去樓下足球場同我練習，自己咁樣練啦。係佢玩你啊，定係真係同我練嘅？都即係唔係同你係咁拆樓你啊？細個都會覺得。好辛苦，即係好唔中意咁咯。但係到而家大個咗，都明白係有用嘅。即係都係好似阿世傑咁樣，都由青訓咁樣慢慢騰上去咁樣。係咯，我比佢早啲係入咗香港隊咯。我就11、12歲已經入咗香港隊啦，直到一直 keep 住到而家都入咗keep 住入選去出去比賽咁咁但係都係由係咪由青訓即係賽馬會先阿世傑話齋由青訓開始，然之後逐步咁樣。係啊，咁好啦，咁嗱兩位以我所知兩位都係青梅竹馬，即係球場式嘅啦咁兩位其實係踢街場起步噶嘛，係嘛？都即係由街場開始慢慢踢上去啊嘛，會唔會係即係識咁樣？都係嘅，都係。咁嗰陣時落街場嗱，兩位都後生啦，都係讀書噶嘛。咁嗰陣時。咁屋企人冇反對過你，係唔好落咁樣踢波啦，翻去温書啦嗰啲咧。冇咁，我細個踢街場，多數都喺屋企樓下附近嗰啲踢。咁有時可能真係會踢得夜咁。即係阿媽就喺樓下嗌落去，食放啦仔咁樣。唔係打電話咯，會打電話俾我催我翻屋企。但係好多時我都會聽完就算嘅。即係都係要踢到。翻嚟啦，媽！我踢埋呢球翻嚟，嗰球波好難入，嗰球波好勁咁樣。要踢到夠皮先可以翻屋企咁啊。咁啊，世傑咧，我就同 Marco 一樣咯，即係都係街場嗰啲咁。我媽咪就會俾好大自由度嘅，即係佢話。阿仔，你即係試咗自己中意先。咁如果你係好中意嘅，即使街場呢啲，其實佢都會俾空間。總之都係平衡到讀書同踢波就 OK。係。咁嗱，街場同埋呢個院嘅訓練咧，即係當你入去車路士足球學校嘅訓練啦，都已經係兩樣嘢啦。咁你但係自己本身嚟講，即係兩位本身都話唔係話好有興趣先對足球原本啊。咁但係而家好啦。真係入咗去車路士足球學校啦，即係一個叫做真係訓練啦。咁你兩位個心態上啊，冇上好辛苦啊，或者係啊幾好玩喎，真係越嚟越想去行呢條路喎，會唔會咧？咁我講先啦。咁我自己就即係我心態上即係比較上，我係一啲唔好認輸嘅人嚟嘅。即係咁，我由可能細細個街場，我自己都唔係太中意輸嘅感覺啦。咁變相我由街場開始踢，我每次都一定要贏啦。即使去到而家一樣，即係如果我有機會踢啊，或者教練俾機會落場嘅時候，我一定要贏啦。即係我心態上係唔會放棄啊，唔會認輸嗰類咯。所以其實你話
即係街場同埋職業，其實我覺得係冇乜分別。即係最重要都係你個心態上。如果你個心態係撇下撇下，或者係得過且過嘅話，其實我覺得你冇話即係街場同埋職唔職業嘅咯。即係最緊要係你自己個心態。咁啊，俊軒咧？咁我自己都計踢親波就真係唔想輸噶啦。咁正常。咁但係有時你輸咗，咁你都冇辦法，咁你都要吸收翻個經驗。即是要學習喺個經歷，咁睇你下次點樣贏翻個對手。學校即係如果喺足球學校就學到呢樣嘢俾街場。啊係，同埋有時你喺足球學校，咁你入邊嘅訓練都比你平之前細個學嘅更加有系統啊，即係練嘅方式都會唔同咗。咁好啦，咁我知兩位可能即係有代表香港隊啦，咁阿實健晴代表咗香港 U 二十踢呢個亞洲杯外圍賽啦。在日本的時候，咁你真係正式對其他國家的年輕人啦。咁你自己個心態上，你又好勝啦，會唔會真係想覺得想贏下，或者係有冇咩改變咧？你嗰陣時嘅比賽？最主要嚟講，我覺得我喺嗰場波學到嘅嘢，除咗自己本身有嘅嘢之外，其實團結咯。因為香港隊始終唔係話你細細個踢街場，自己一個人即係想點就點，即係好需要大家一齊配合啦。咁尤其是喺日本，我哋知道自己唔夠日本踢啊。咁以往日本嘅歷史，大家都知道，其實日本足球一直都進步緊。咁所以我哋嘅印象就係、是，當對日本嗰陣時候，我哋一定個心態唔可以輸先。咁其次就係教練俾我哋嘅指示，我哋要好清晰咁接收，接收完之後要做到出嚟啦。咁喺嗰場波裏面，我除咗係唔認輸啦，即係好勝之餘，其實除咗我想贏之外，其實同埋教練都同埋隊友之間俾咗好大鼓勵喎。因為其實嗰場波我係即係負傷上陣啦，咁喺賽前其實都要食止痛藥啊、消炎藥咁樣，即係同埋呢個比賽始終係一個有限，即係有限制嘅歲數啦。咁我自己踢埋呢一屆，如果萬一出唔到線嘅話，其實已經冇機會再踢啦。咁所以當我踢日本呢場比賽嘅時候，其實我係好想即係俾到付出到自己所有啊，希望可以幫到球隊贏波。咁好好彩咁入到一球波，即係幫入裝香港隊追平到二比嘅時候，其實大家個心情係非常興奮，同埋好好想有贏嗰個心咧。即係嗰陣時，我覺得呢場波係好想繼續去，係好想好想可以贏埋，即係幫香港隊創造一次歷史咯。即係好失望嘅，即係最後都輸咗。但係呢場比賽係幫到日後踢波嘅路，即係要 remind 翻我自己，永遠都唔好放棄，同埋永遠都有呢啲心態去踢波咯。咁俊天咧，俊天有冇話邊場代表香港都特別有心？我記得細個喺南京，對沙地阿拉伯就和咗一比一成功。咁嗰場比較細個，都係十五六歲咁。嗰陣有好多人睇嗰陣，都比較緊張，但係最後因為街場冇乜觀眾啊嘛，對你嚟講都係嘅，都比較緊張啦。同埋始終沙地阿拉伯都係一個強隊啦，咁我哋可以和到都好開心啊！佢哋個身高上會比你更加高咧，會唔會？即係沙地阿拉伯嗰班，速度好快啊！速度好快。仲有一場，仲有一場就係之前曼聯青年軍嚟香港嗰場，喺青衣踢。咁嗰場我哋輸咗3-2，但係係有機會可以贏到嗰場。自己感覺上係覺得，其實3-2嚟講，我有機會將3-3或者贏翻4-3嘅。我哋喺嗰場俾人反超前，本身2-1定2-2，跟住俾人反超前。咁你覺得你自己對於外國，即係外地球隊，曼聯啊、沙地啊，或者日本啦、啊，咁你覺得你自己爭緊啲咩咧？會係？如果我講，我就會覺得係我哋練波嘅次數唔夠人哋其他國家多啦。咁一嚟香港嘅場地限制啦，同埋好多而家踢緊波嘅青少年啊，或者我哋呢啲朋友小朋友，咁其實有啲都好似我咁，我自己都要讀書，即係好多嘢都要去平衡翻，唔可以話好似人哋外國咁樣。一開始細細個就可以完全咁樣接觸足球，同埋可以即係俾曬24小時，即係可以付出自己有限即係空閒嘅時間。但係我哋就要將空閒嘅時間可能再分配俾唔同嘅地方咯。呢個係我哋嘅限制。咁俊軒，你覺得咧？咁喺訓練上嘅配套都同外國香港同外國都差好遠啦。咁自然喺球場上面嘅表現啊、速度或者決定性嗰方面都會爭好遠咁。令到你真係比賽陣，你會感覺到同人哋嗰啲速度、決定性差好遠，比唔上，唔夠人哋快咁，真係會輸蝕好多。咁你點樣去叫做彌補翻呢樣嘢？自己有冇諗過，或者係會諗住啊，我用翻啲勤力啲，或者自己多少加操，會唔會有呢樣嘢咧？會都有咁。自從而家係
轉咗做全職球員，咁每日嘅練習都比以前多咗好多啦，個訓練量啊，入邊練嘅嘢都唔同啦。自然而家感覺喺速度啊、力量嗰方面都提升咗好多啦。咁但係同外國比咁都仲係未夠咯。咁所以要再加啲力，咁追翻以前失去咗嘅時間。即係冇人哋可以有配套長嘅時間練翻呢樣嘢。咁啊，細傑，你覺得你自己會係點樣做先？如果我自己嘅話，就會係多啲喺身形上啦。咁始終其實我個身形係比較細粒啦。咁所以其實我係要做多啲健身啊，咁去彌補翻自己身形上嘅不足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喺球場上嘅方面咧，咁因為有魚丸而家全職嘅支援底下啦，咁我可以練到平時一啲我自己不足啦。咁好似我自己踢右翼啦，咁我可以多啲練下點樣落底出波啦，又或者點樣人同人哋配合再落底線。即係但係如果喺以前我哋青年軍嘅時候，因為我哋每個禮拜可能得一至兩課啦，咁我哋變相一練波嘅時候就要練一啲大群體嘅練波，可能譬如戰術啊、死球啊等等咯，所以變相我哋冇機會喺嗰個時間裏邊去針對性咁訓練自己嘅不足咯。嗯，即係呢樣用翻少少自己私人時間做呢件事，你會係。咁嗱，咁問下再，咁而家真係做咗全職啦，咁喺街場上先所講就係冇觀眾噶嘛，即係觀眾都係啲阿叔喺度啊講曬出個 bip 啊咁樣。但係真真正正去落場去比賽嘅時候，咁你就有一班觀眾去睇你踢波。咁第一場落場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壓力咧？你本身第一次有觀眾真係睇，有嘅。最緊張嗰次就係去南京嗰次，真係個場好大，好似出面真正嗰啲足球，即係仲大過香港足球場，係啊，好多人圍住睇嘅。咁好多人都會即係嗰場對沙特阿拉伯咁喺中國踢，咁好多人都會支持我哋香港隊咁。記得好多人嗌住香港加油咁，嗰啲聲音都好震撼，即係細細個未試過咁，自然比較緊張，但係聽到呢啲聲音，個人都比較振奮啲，咁個心紅啲，咁自然踢得都好啲。即係落咗場嘅感覺就會係一聽到聲音就會覺得啊，你一個人啦變咗。咁啊，細傑咧，我會一開始好緊張，因為始終細個其實冇乜方法去幫自己舒緩壓力啊嘛。咁變相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會不斷投入啲嘅比賽，可能。比賽前諗住自己會做啲咩動作，可能點樣過個人啊，點樣落底線啊，點樣傳中啊，點樣射波等等咯。咁去到而家可能就因為可能適應咗啦，咁始終我 Marco 都代表過好多即係比較上大型啲嘅比賽啦，咁有翻咁上下經驗嘅時候，我而家自己就可能聽一啲比較即係強勁啲嘅音樂，即係盡量等自己情緒高漲啲。咁當我比賽嗰陣時候，因為其實都係好難嘈噶嘛，咁其實同你聽音樂差唔多都係。只要你投入咗落，其實就冇問題。咁但係咁嘈，似我都因為聽唔到隊友嗌你咯，會唔會即係阿 Marco 叫你喂交波啊？即係唔係聽唔到啊？聽唔到就因為即係我意思係即係投入咗落比賽之後，咁其實你只係會聽到翻嗰十一個人，就好似永遠都係淨係聽到嗰一首歌咁咯。嗱，咁我知一個打右閘，一個打右翼啦。咁兩個本身嚟講都好 friend 嚇，兩個同一個位置。咁嗱。有冇話邊個係你兩位偶像先？即係除咗即係港超或者係外國，有冇邊個係你參考對象或者係你目標呢？我就會講 C 朗嘅。咁因為其實我中意佢嘅係佢嘅態度係好值得人哋讚賞啦。咁除咗佢而家個年紀上仲可以睇到咁好嘅足球之外，其次就係即係佢無論喺逆境啊順境，佢都唔會。流咯，即係佢一定唔會揸流單，佢點都係俾曬。即係我覺得呢種精神或者呢種態度其實好值得即係香港人嘅學習咯。因為聽過好多香港人，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年紀嘅人啦，一可能對啲順境波咧就可能會同人哋一齊慢，踢逆境波就可能一定會驚過人哋。但係人哋外國就唔同，人哋個心態上啊點都一定強咯。即係佢就算我而家唔夠你踢，佢都一定係爭，即係點都贏咗。點都盡咗力，係啊，點都盡咗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值得欣賞。如果講。講我中意邊個球員咁，其實我細細個到而家都係中意 C 朗嘅。咁 C 朗，咁我真係好中意佢個態度咯，即係投入嗰方面。但如果講翻我個位置，即係你會有冇學習對象係邊個？係即係我會比較參考德國個右閘啊，納姆啊。咁我覺得佢雖然好細粒啊，即係速度又唔係話特別快咁。但係佢踢法好聰明咁，可以長期穩佔咗德國隊右閘正選呢個位置，咁證明佢真係實力真係好好咁。
多啲參加佢哋踢球。咁、大家即係你兩個都會叫做間唔時交換意見，會唔會咧？即係可能踢完波之後，咁就交換啊呢場波你會唔會咁樣交俾我會好啊？咁樣會唔會兩個？有時會，甚至乎喺比賽入邊都會有試下交流， 即係點樣講下球，試下做一啲唔同嘅配合咁樣。咁係。會唔會心靈相通啲嘅兩位就？默契大，即係多咗嘅。都會，因為踢開街場。唔係，咁又話由細睇到大，跟住而家去到呢度都一齊喺同一個位置上，即係多啲交流嘛，踢波。咁啊，順天入行先啫嘛，順天做全職先啫嘛，有冇受過影響其實？本身有冇話期望住嗰日你嗰時去做全職啊？未有望住啊？其實我都想嘗試下做全職嗰陣時候會唔會有？咁又冇，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去到十七八歲已經好中意足球，即係已經覺得自己冇可能再。就停留喺嗰個位置，同埋唔想再同其他同年齡嘅人有太大嘅距離。所以其實即係 Marco 入咗行之後，反而更加令到有一個推動力，想快啲追上去腳步。即係更加想去做得更加好。係咁好啦，咁嗱，全職完之後啦，咁而家你踢緊呢個愉園，但係上屆嚟講，我知阿實其實借咗去東昇啦。愉園嗰時喺越早啦，咁越早但係東昇喺甲組噶嘛，咁始終兩個級別嘅 level 上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咁對於你喺東昇踢甲組嘅時候，今年愉園上甲組，對嚟講有冇幫助呢？絕對有嘅。咁因為我嗰陣時喺愉園越早啦，咁始終上陣冇而家咁多。咁嗰陣時就當時嘅主教練啦，咁岑 Sir 就希望我去東昇嗰邊就磨練一下嗰人可能個體能狀況啊，或者嗰啲對抗性啦。咁變相我喺嗰半年浸完之後咧，咁上翻嚟甲組，我知道咗其實甲組球員嘅踢法，因為已經經過了半年的洗禮啦，其次就是因為即係我當我適應了的時候，我就知道怎樣用一些聰明啲嘅方法去贏對手，有助我適應得快咯，比其他球員。除了呢樣嘢之外，咁兩位其實有冇諗過哦？喺愉園今年其實目標很清晰嘅，就是升上超聯。對兩位嚟講會唔會有壓力呢？始終嚟講，愉園是一個老牌的即係名牌嘅球隊啦。對兩位咁後生的情況下，對愉園嘅歷史會唔會認識，或者會唔會有一個叫壓力上啊？真係有班觀眾喺度睇緊咯，會唔會有啲壓力咧？兩位開頭都會有啲壓力啦，但係慢慢你會習慣將呢啲壓力變咗你嘅推動力咁。即係你有時可能覺得我哋年青球員會出去比賽，會對住啲比我哋大啲啊，甚至乎對住啲外援啊，會比較驚。但係我就唔會咯，即係我會用翻平常心咁樣踢，咁唔會話年青球員就一定會輸俾你咁咯。年青球員有好處，球氣即係唔會話驚咗你咁。OK， 咁細傑咧？我同 Marco 其實大致上都差唔多，係咯。最主要嚟講，其實因為我覺得其實陣中有好多老大哥喺度踢啦，咁其實我哋除咗係上陣即係踢之餘，其實都幫自己進步咁。咁喺踢嗰個過程，雖然可能一開始你話第一場即係面對住一班觀眾都有少少壓力嘅，即係始終老牌球員，佢哋有期待啊嘛，因為係啦，即係佢哋想我哋可以今年順利升班入喺超聯裏面打滾啦。咁然之後喺我自己的角度嚟講，其實我同 Marco 都係即係將呢啲。即係轉化為動力啦。咁其次就係可能我會想即係透過教練俾我嘅機會，即係慢慢進步。咁當我哋真係升咗上超聯之後，咁我哋 keep 住幫球會即係付出自己啦。咁希望可以幫到球會攞到更加好成績咯。嗱，愉園今屆嚟講都買咗好多嘅新嘅外援啦。咁對呢三個外援印象點咧？你兩位？咁我覺得佢哋三個就唔同位置啦。係。咁後衞啊。摩利治啦，中場就馬希格卡力啦，前鋒就係安道美斯啦，即係嗰三個唔同嘅位啦。我覺得阿摩利治就佢經驗比較豐富好多啦，咁佢以前亦都喺港超啊、港甲嗰啲打滾過，咁佢自然帶俾我哋好多嘢啦，亦都俾我哋後防線係一個好大嘅信心咁。而馬希卡力我就認為佢係我哋球隊入邊最好波嗰個，即係個 key man， 係 key man 咯，好多進攻嘅策劃都係佢發動啦，甚至乎佢防守嗰方面都會兼顧埋，咁我覺得佢一個好好嘅外援。咁細傑咧，你自己本身嚟講，會唔會幫助到即係幫助咗兩位喺身上面偷到絲咧？因為始終我自己係一個進攻球員啦，咁我會比較上留意多啲。安道美斯和馬希契啦，咁我會覺得安道美斯是一個射門度好強的人啦，佢無時無刻都希望可以將呢個入，即係將個波射入去龍門。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啦，因為一嚟佢始終係前鋒，
即係好需要入球去證明自己。二嚟佢其實佢本身個身形都比較硬淨，同埋而腳底功夫亦都唔差。咁我會喺佢身上學多啲，其實點樣轉身啊，製造一啲空位俾自己射門，或者同人哋配合再入射嘅時候再揾啲空位射門。呢個係我而家喺佢身上裏面望到嘅嘢啦。咁而馬希卡，因為我同馬希卡利其實都有配合的情況，因為很多時候馬希卡利都是我哋中場成日攞波嘅球員，咁變相馬希卡利一攞波，我就會嘗試下插入去，睇下有冇機會去俾到嗰啲過頭波啦。咁我就望到佢喺控球嗰方面，即係點樣一控過嚟就可以即刻望到遠嗰個球員啊，點樣可以即時俾到好準嘅波，即係我會學到佢，我見到佢呢啲我會想學咯。嗱咁嗱，馬希卡利應該就係兩位一定會接觸到嘅，即係成場波嚟，我使一個人中場嚟揾你接觸嗰兩個球員。咁安道美斯一定就係對阿細傑嚟講就會係一個接觸多啲，你就會少啲。但摩域治就會理多少少啦，後面。咁我哋三個會唔會有教練先同你教下你哋啊？你咁走位啊，或者成會好啲，會唔會有啲咁溝通咧？摩域治就會同我講呢方面多啲，因為佢同我都係防守球員啦。咁佢會教下我嗰啲位置啊，要點企啊，同埋有時傳波嗰啲路線啊，佢會知道比較睇得遠啲咁，佢會再同我講翻咯。咁如果我自己就我會同安道美斯溝通多啲啦，因為佢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轉位嘅情況嘅。咁譬如一啲轉位嘅情況嘅時候，可能個時機性啊，或者我平時攞波嘅時候，譬如我望到安道美斯想出嚟攞波嘅，咁我就即刻走去，即係。我會同佢有多啲溝通同埋交流咯。至於我馬希卡利就都係入食嗰啲，即係都係會係安道美斯都話俾聽，我一走一位，你望到我即交嗰啲會有。咁你防守上就係點樣去包波，或者去幫佢包你波。咁OK 啊。嗱，愉園呢個時間你都叫不敗啦，係咪先講？會唔會都係一種壓力咧？對你嚟講，即係先嗱一樣嘢，頭先就話愉園係老球會，咁一樣壓力。咁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時間，不敗嘅喎，而家都係，咁會唔會都係想 keep 住不敗稱王咧？咁冇諗過先，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因為我哋愉園其實俾咗好多資源喺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呢啲小將身上，咁我哋都唔想辜負一班教練同埋高層嘅期，即係佢哋嘅期望啦。咁所以同埋我哋自己其實都係抱咗一個進步嘅心態，咁所以希望睇透過比賽，除咗幫球隊贏之外，我哋都會好想進步啦。希望遲啲有機會即係為香港球隊香港足球付出咯。呢個係我哋而家嘅諗法。咁你本身嘅目標嗱，而家你踢緊香港 U 十八啦，兩位都係。咁嗱 U 十八其實比賽上可能大家即係觀眾上未必咁認知。其實本身嚟講 U 十八有啲咩比賽俾幫到你哋喺香港隊咧？其實最近我哋啱啱十一人踢完呢個 U 十九亞青杯喺越南踢嘅，咁對手有澳洲、北韓，咁兩隊都係實力好強嘅對手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對澳洲輸2-0先，跟住對北韓就輸5-1啦。咁見到喺落場嗰陣，兩隊的速度和體型啊、體能嗰方面，同我哋真係贏我哋好多咯。即係已經見到在19歲呢個開始，同我哋以前15、16歲個分別再大啲，即係見到人哋真係好似職業狀啲啊咁樣。咁嗱，咁喺越南踢咁對朝鮮啊，即係對北韓啦，對澳洲啊，咁澳洲身形大啦，咁朝鮮咧，朝鮮都好神秘國家嚟嘅，始終嚟講。他們的身形你看他們好像很瘦，但其實他們的力量都是很強的，而且他們的速度是十分之快，真的很快，真的掹都掹住。那你有沒有想過之後你們的目標是哪裡，就是幫香港隊去到哪裡，有沒有說之後keep 住你都會有機會踢下去香港隊，有沒有想過我之後都會想入大國腳或者省港杯那些呢？咁短期目標就梗係希望盡快入到省港杯，即係比較上有機會爭取，係啦係啦。咁再放遠少少，咁梗係希望入到大港腳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幫香港隊，可能即係踢到可能嗰啲世界盃分組賽，即係可能夢想係好遙遠嘅，但係即係都係始終都係有諗過呢啲嘢咯。咁本身嗱，咁阿俊軒你自己本身咧，有冇話諗過個目標去到幾遠咧？都係有咁，希望都係可以 keep 住喺香港隊入邊有一個席位啦。即係始終由細細個 U 十一已經開始咁樣，咁希望可以逐步都入選到啦，同埋希望可以到時候入到有機會入到一隊嘅話，咁
真係可以對住唔同嘅球隊，可以幫即係而家香港對親外面嘅球隊都係話唔好輸咁多，或者和波就算。咁其實我覺得唔係真係咁咯，即係應該放膽去踢，即係抱住個心態話要贏就要贏，即係唔好話冇話輸咁多咁咯。咁嗱，咁港隊固然係一個叫做你終極目標啦。咁愉園呢個時間幫到你哋嘅嘢，個 training 上或者係個除人腳上之外，咁仲有咩可以幫到你哋咧？本身你覺得？可能是認識到其他國家，即係因為你始終知道其實甲組都係外援啊嘛。咁其實外援點都係可能個身形或者速度上係比我哋好咁。即係如果我見到外援嗰啲可能有啲嘢都比我哋好嘅，我都會嘗試學習咯。始終自己仲後生，即係同埋又唔想即係太落後俾其他同年嘅球員、同齡嘅球員太多咧。咁我自己個諗法就係、是。一路踢之餘就係進步，同埋可能睇下有冇機會再揾到一啲即係自己細節做得唔好嘅，再去發掘出嚟，然之後再去慢慢改善咯。咁教練上會唔會俾咗好多識路你哋，或者教你點樣去啊做點樣做好啲啊？心態上有冇咁嘅青龍俾你哋咧？本身都有嘅。咁以我自己為例啦，咁當時我喺愉園練波就幫 Sir 會做一啲比較。出波去練習啦，因為佢始終覺得我哋做小即係後生啦，咁我哋即係做一啲基本簡單，即係可能即係比較上，譬如你進步得快，你可以再有能力處理多啲嘅時候先再做，即係佢希望我哋由基本嘅嘢做得好啦，先再慢慢一步一步咁上啦。咁我自己就會可能即係練好個出即係傳中嗰個落點啦，有幾要有又可能要準啊，或者可能要快啊，咁即係好多細節嘢其實又唔可以一朝一夕咁樣去改完，但係。即係當你去練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係非常之困難咯。即係你就會慢慢發覺其實，如果可以細個嘅時候有多啲配套或者多啲資源俾到你，其實即係會開始慨嘆，就然之後慨嘆，然之後你就會慢慢再有呢個推動力不斷加快去自己進步咯。嗯哼，嗱，你兩個咁後生啦，有冇諗過話有機會出國踢波？如果俾你揀嘅話，你想去邊個地方？咁到遲啲，如果真係有機會而自己表現係好咁。希望首先就即係如果可以去中國咁，即係例如中國、日本、韓國呢啲都揀一個地方啊！我唔擔心啦。咁如果我自己就一定係中國嘅，可能假設我可能去到中國嘅時候，可能都25、26歲，可能黃金期，即係個年紀上啦。咁即係除咗話要講夢想之，都可能都要維持翻生活噶嘛。咁其實中國真係俾到好。即係好大嘅一嚿錢，咁即係去支援你去生活啦。咁我覺得即係去到嗰個年紀上面係，即係假設我真係有機會去到出國嘅，咁梗係當然要俾心機踢波之，同埋維持到生活係嗰個時期要需要諗嘅嘢。即係會中超都係一個中超中甲，中超中甲。中超但係日本冇諗過日本本身嚟講。日本有諗過，因為細即係我哋香港度都有去過日本比賽，咁接觸過日本嗰啲球會，咁發現。他哋青年軍嗰啲配套已經同職業嗰啲係差唔多一樣嘅，即係真係設施啊各方面都係十分之好啦。咁如果同埋日本球員嘅踢法都係好聰明啊，好快咁可以，同埋佢哋而家喺世界上嘅位足球嘅排名都係好高啦。佢如果去到真係可以喺佢哋身上學到多啲唔同嘅嘢咁。再回到香港再回歸啊社會啊，回歸翻香港足球啦。好，咁嗱呢個時間咧入得嚟足球機咧，就係、是、打機嘅。咁兩位有冇打機先本身？一定有，都有。即係本身用幾多時打機多定係練波多啊？練波多。你有冇嚟幫你講嘢啊？真係練波多。練波多。咁我等我試一試兩位嘅水準去到邊先。好。中意睇咗邊隊波啊？即係除咗 C 朗之外，咁你即係我覺得意甲嘅啫。咁但係。是不是真的喜歡看意甲先？還是本身純粹喜歡 C 朗本人的那支持有哪隊球隊呢支持曼城啦即我想應該會用曼城但你按的是巴西亞穩緊穩緊其實不用捉的本身來說是英格蘭的啦不是一開始一開始你過了下去是這裡曼城為什麼喜歡曼城因為你喜歡踢法是比較像猜波多一點是就是喜歡控球多一點咯我就阿仙奴去哪裡呢我覺得阿仙奴最先，阿仙奴，梗係啦，阿仙奴雖然近排跌咗場咁樣，
但你就不敗都冇咗噶咯喎，曼城。咁你覺得今屆曼城嚟講會係點先？主要嚟講係好多人選啦，即係佢哋係除咗話唔係靠一個人贏之後，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個戰術方面有好多配搭，即係去到令到其他對手好難捉摸到佢哋今場波會想點踢，同埋會用啲咩人咯。啊哈！即係難以部署到去針對佢哋部佢哋嘅戰術咯。人撳錯添，我都使俾換下人啊！睇下咩人換先啦。但係近排有冇睇波先？即係兩位有冇時間睇波先？本身嚟講，我睇精華嘅，得閒都會睇下。係咪㗎？即係有時間會睇。會睇下咁嗱，因為通常講夜晚都係點零鐘或者十二點鐘、十點零、十二點零鐘嘅時間，咁你都係會睇大戰定即係睇自己中意嘅隊伍咧？即係有中意嘅隊伍，梗係睇中意嘅隊伍。咁你自己本身支持咗邊隊？我中意曼聯嘅。我中意曼聯哦，但係近排啊，真係曳啲。不過而家換咗摩連奴，轉咗個教練會好啲咯。即係心態上都好啲。係見到班球員可能個心態上都會轉變下。嗯，咁嗱，你曼聯嚟講，你係不嬲中意曼聯啦，定係不嬲細細個都已經係中意曼聯。你係咩年代中意咧？曼聯係就係 C 朗喺曼聯啊，即係都係 C 朗，就係嗰陣，都係 C 朗喺曼聯嘅時候。咁但係你諗下，咁當費翔走咗之後啦，莫耶斯教即係雲高爾啦，摩連奴，你自己三個教練中意邊個咧？咁三個梗係比較中意摩連奴多啲。咁首因為覺得莫耶斯同雲高爾都搞到球隊亂曬龍咁啦。而摩連奴就即係用翻最盡剩低嘅資源去有翻咁上下嘅成績，我覺得都唔係喎。見到摩連奴買好多人喎，成億買好巴，即係唔好亂咁買，好似雲高爾嗰啲咁亂咁買啊嘛。咁但係你覺得嗱，普巴嘅嚟臨對曼聯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呢？咁我覺得即係用翻而家呢個情況比，即係已經佢係曼聯中場入邊最頂級嗰個啦。即係你成日話佢態度嗰啲唔好，但係其實係佢先可以攬起翻隊波。即係中場上面嘅同埋前中後嘅一個連接咯。連接位咁就山城市咧，山城市可能大家都忘記咗喺曼聯，而家都咁。我覺得佢係唔知係做咩咯，即係摩連奴用米希達恩換走佢，係一件好愚蠢嘅事。係啊，即係米希達恩嗱，我知道喺阿仙奴踢得都幾好。多謝曼聯，我好多謝曼聯呢一波運嚟講。咁好啦，你問嗱，我問下我同我對緊手我先，曼城。咁你自己中意邊個球員先？曼城入邊？我會中意迪布尼嘅，其實。因為我覺得迪布尼是一個很全面的球員，即係佢係可以有自己去啊，又可以俾到波。即係你睇翻佢上季，其實佢的數據係好，即係好靚咯。佢係有即係佢嘅入波同埋佢嘅助攻都有雙位數。我覺得即係我好欣賞呢些很全面的球員。啊，會唔會想學一下呢？真的想噶。啊，嚟啊嚟啊嚟啊！呢條友啊，哎呀！咁有冇話嗱？你做一個側翼啦，咁仲有迪布尼之外，曼城其實我自己本身啊，你話嗰隻奧拿嘅教法係非常之好嘅。你有冇諗過嗰隻奧拿？你會諗過踢翻一個咁嘅踢法咯？會係有參考過嘅。最主要嚟講，而家我會參考可能史端寧啦。因為史端寧其實即係佢個身形，史達寧即係七號。即係佢，我會覺得佢係身形都喺即係歐洲嚟講都比較瘦削少少啦。但係佢嗰個踢法係好靈敏啦，同埋都自己有自己盤球能力，即係我會參考呢類型，即係比較上係同我自己本身。你唔會跟佢跑法噶嘛？咁梗係，因為佢嘅跑法，即係好多人都話，其實史達寧嘅跑法係真係麻麻地噶嘛，大家都知道。大跑都快，即係叫好奇怪啊！當然嚟講好奇怪，但係都冇好似好唔係好多人中意佢啫。但係你又會中意有啲嘢特別啲嘅真係。即係其實最主要嚟講係我由利物浦開始已經有睇過佢踢啊嘛，即係我嗰啲我見到其實佢係。即係類似可能新手咁樣起咗之後，見到佢嘅踢法好大膽咯。即係我又會參考到，即使係一個年輕球員，都要有一種好似佢咁嘅膽量去踢波，咁先係有機會去進步咯。所以我都會參考佢。直至到咁歐聯咧，嗱歐聯兩隊即係曼聯，即係曼徹雙雄啦嚇，都出咗線㗎啦。都咁兩隊，一隊就對呢個 PSG 啦，曼城就好似係對多蒙特會。
隊賽好似係嘛？唔係小黑零四，小黑零四。咁曼城就抽好籤咁真係。咁曼聯方面會唔會擔心啲先？曼聯 fans 計會啦。咁始終 PSG 都係即係入邊嘅球員都好勁嘅，即係尼馬、麥巴比咁。啊哈！睇翻曼聯陣中好似缺少咗呢兩，即係呢啲類型嘅球員咯，即係可以攬起翻隊波。哇！又入。哦，真係後生嚟唔同啲，今日會俾人炒五球咯，最高紀錄俾人炒五球啊！之前最多係點啊？俾人炒五球咯，就係睇今日會唔會啊？俾人炒五球先，應該就唔會嘅，應該唔會嘅，應該唔會嘅，你真係好奸啊！咁本身嗱，你兩個萬事雙紅。咁一齊睇波嘅時候，一定有阿喬咁樣，變咗兩位都會有口實咯，口實咯，俾啲口實，出口實，即係通常都係講下場波，之後冇嘢啦。OK， 即係會唔會話啊？咁算啦，就曼聯，唉，即係有個九字邊嘅曼聯，有金字邊嘅曼聯，會曼城會唔會覺得大家都會啲口水字都會有啲？都會有，有時都會有啲嘅。有冇你兩兄弟？嗱，我叫你兩兄弟應該冇乜錯啫，問題咁。有冇嘗試啊嗌交嘅試過？即係踢波情況得，有冇覺得啊，真係唔啱啊！你喂大佬，你咁樣全部啲啊咁樣。細個會比較多啲咯，即係有時細個始終可能仲未肯聽人哋嘅意見咁，到而家大個咗咁呢方面就會少咗咯。即係佢會知道自己可能真係做得唔啱，或者要點樣改善。嗰陣時係咩事咧？即係有時可能走嗰啲位啊唔啱，或者。傳波嘅位置啊，力度唔啱咁，都會鬧啊。咁街場方面有啲阿叔踢得幾好噶嘛？嗰陣時阿叔有冇話啊？而家好啦，而家兩個都會會落街場踢都會有。而家又比較少咯，而家少咗，少咗好多啦。以前就比較多啲咯，因為而家練習練完都覺得攰啊，需要休息，需要休息。通常嚟講，你一日練幾耐咧？要？每日大概練兩個鐘咯，兩個鐘。咁但係對你嚟講，你又做緊嘢啦，咁經濟上壓力上應該冇阿世傑冇你咁，世傑應該佢都係一齊嘅，即係都係簽咗全職合約。我知，咁但係個問題最緊就係，咁個收入上你要車費噶嘛，你要食飯噶嘛，咁我點樣去慳翻嚟都會。就係平時朝早問下教練下會唔會有車。啊！即係黐下車咁樣，係啊。咁你哋個，哎呀，哇！真係俾偷雞啲講話喺度，黐下車咁樣。咁會唔會話特別啊？啊啊！你會唔會講喂，今日車你唔到喎，咁點算咧咁樣？咁都冇辦法啦，都要自己搭地鐵。你哋練波喺邊個位？練波遠你哋？喺九龍灣咯。九龍灣哇，都幾遠，一個全田塘，一個屯門啊嘛。啊，通常練波係幾點至幾點咧？會係十一點半咯，呢個開始咯嚇，朝頭早開始。但係對你嚟講會唔會好早啊？咁一開始係有啲唔慣，但係而家長年累月耐咗，咁都 OK 習慣咗。點解咁樣㗎？點解會咁㗎？點解會後腳攞㗎佢？咁兩位有冇一齊打機一齊？即係喺屋企會唔會一齊？有啊，都有嘅，成日打。通常可能我哋有兩課嗰陣時，即係中間可能有多啲時間，唔知去邊度做，可能就會相約成班人一齊去其中一個屋企啦，跟住就打 PS4 咯。咁會唔會話打牙教戰咁樣咧？會唔會咁樣會提升到你成隊波嘅團結性咧？會唔會有？咁一定有，都有。不過就主要嚟講又唔係話全部咯，即係通常都係全職嗰幾個即係比較細，即係後生少少，即係都中意玩嘅一班後生仔就。多數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咯，即係大嗰啲都唔會跟嘅。即係啲比較上係老牌少少嘅球員就唔會跟你玩啦。有冇直接撩過你玩先？問咯，就係佢通常都唔理我哋啊，笑下算啦。唉，費事啦，唔夠你班僆仔打，我而家都輸二比零啦。哎呦，爭少少真係出事啊！出事啊！出事啊！咁而家得阿世傑係翻緊學喎，仲係翻緊學，翻緊學。咁點樣分配個時間咧？即係有同翻教練傾嘅，即係可能上堂，可能如果即係撞咗
可能練波咁都會抽翻少少時間去翻學嗰邊，咁考試就一定要出翻去考試，即係可能嗰個時間要温書都冇辦法練波。即係教練嗰方面都好寬容嘅，即係佢會體諒我係讀書咯。咁有冇話自己俾幾多，即係自己有冇俾幾多時間喺呢個圈入邊啊？做到咩位置咁樣？會唔會放有冇機會放棄嘅機會咧？自己會唔會有諗過？都有嘅、嗯，不過就即係好似我之前都講，即係我心態上即係比較唔係太中意服師，可能都會有少少即係想可能撐唔住咁，但係自己都會可能調整翻個心態咁，即係都係諗翻啲正面少少咯，可能保持翻咁就之後都繼續噶啦。有冇邊個前輩有同你傾過偈啊？覺得啊幾你幾受用咧？自己覺得？我自己會覺得係鄭麗軒咯。啊，即係佢係一個好中意同人傾，即係好健談嘅一個人嚟嘅。咁好多時咁佢又會出席練波，咁我哋都會大家一齊坐低食飯傾下偈。咁佢又好講咗好多自己即係自己以前踢波嘅經驗俾我哋，即係可能點樣做一個好球員啊？有咩方面要調節啊？或者可能即係點樣同啲球員相處啊？喺踢波方面又會教下我哋點樣係可能即係點樣溝通嗰方面，因為佢覺得我哋而家做後生仔踢波時候唔夠講嘢，唔夠主動。嗯。咁我就都學到嘢嘅喺呢方面，即係我有自己調節過，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咯。呢、這個就比較中意佢嘅一句。頭先你講唔夠講嘢，唔夠溝通定係點咧？即係唔夠大膽嘛，即係好多時好多時都唔出聲啊踢波。嗯。咁就變相。好緊要嘅就係。係啊，所以我哋。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其實都會有自己反省一下咯。即係大膽咗，即係之後又會，即係可能提搶啊，會多咗啊。有時阿俊軒你更加需要提搶啊，你後衞情況底下會都會啊。咁佢喺呢一方面，即係練波嗰陣已經同我哋做咗好多批評啊，同埋佢喺練習嗰陣，佢都會做一個榜樣俾我哋睇。咁到之後練完，佢會再同我哋再講翻。咁到真正比賽，佢有時係譬如嗰場冇得踢，佢會喺場邊都會嗌出嚟教你點樣做。啊，咁對你影響上，即係除咗呢樣提搶之外啦，咁仲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咧？我覺得咁喺佢即係球場上面嘅經驗，咁喺企位啊，即係譬如另外一啲用一啲小聰明去踢波，咁佢呢一方面都會教咗我哋好多嘢。另外虎哥李志豪，咁佢後衞啦，佢踢而家可能求你踢中堅，咁佢後生嗰陣都踢過右後衞呢個位置，咁佢都會喺呢一方面比賽嗰陣提點我都會特別多，即係用翻佢嘅經驗講翻俾我知。咁對你以後作一定大嘅嗰面又係。啊，係啊。咁會唔會想學阿虎哥咁樣有機會即係叫做？成為即係叫你會用所謂榜樣叫做一個都會咁，始終佢喺香港本地呢個球壇係都屬於好出名嘅足球員啦。咁、到而家都仲好多人會識佢啊，記得佢睇佢嘅名咯，係啊。咁當然希望自己第時都會有呢一個成就。睇先，睇翻場波先，睇下呢個時間，哇！真係你撳唔住你踩，我發覺我真係冇乜氣，我好似冇起個腳咁走，好似講唔上。爭啲咯，爭少少有機會。哎呀，呢、這個唔平過到點解？又係過唔到。我好叻嘅你打機真係。咁點啊？嗱，而家你大家都會知，其實有電競呢個行業，但兩位知唔知啊？兩位知。咁電競又有足球啦，咁樣你會唔會都會伸延下去做一個電競選手咧？咁或者對電競呢樣嘢點睇咧？咁你話我會唔會做電競選手咁？我諗都唔會啦。咁我都會投放多啲時間落翻真正踢波嗰度啦。同埋我本身都好少打機，咁多數都係有空餘嘅時間喺屋企冇嘢做，真係好悶啊，咁先會打下。即係我本身對打機呢個嘅興趣就不大，好大係啊，就不大嘅，我諗就。換下先呢個時間，不如整鬼傷咗我班未啊？唔關我事咯，應該自己抽筋。好明顯係啦，定係啊？啊，一陣睇下犯規次數，應該唔關事。唔關事啊！哇，真係冇，我直頭冇曬力喎。啲中場冇乜力咯。應該差唔多夠鐘咯喎！啊，仲有十分鐘，得唔得啦？夠做嘅，夠做2-0夠啦，梗係啦，喂，輸2-0算係咁啊，大佬。我點解會嘅翻？因為你贏緊波。啊啊啊！Thank you.
出線，出線，出線。啊先，新嚟。咁我話即係誒，我話即係球會講嘅啦。我支持邊隊國家隊咧？自己本身國家隊，國家隊就法國咯，我就法國，因為有麥巴比。哦，即係佢係大我哋一年嘅球員，即係年齡上，但係佢已經喺技術啊同埋閱讀球賽嗰方面都好犀利，即係已經唔似一個大我哋一年嘅球員。我覺得兩個人訪問一個人打機係好出事，因為撳唔住啊嘛。你講係會唔答我嘅，兼住都唔答我啊嘛。我諗好耐，應該個人出聲嘅。好專心打機喎，因為好專心打嗰度。因為踢波投入咁樣，就好似打機一樣。好好矛喎，好難。要全面進攻下先，我哋三球仲唔夠嗎？要比進啊！哇，好唔該曬。啊！你輸波會講粗口？嚇？唔會喎。嚇！講輸波講粗口啊？佢講人波會講粗口。真係㗎？講下你爆下你兩個兄弟秘聞出嚟喎。有冇啲佢冇啲咩壞習慣嘅？冇乜個。唔使講，唔使驚喎。而家佢同佢有時冇乜壞習慣嘅。冇啊，講下。嗱，你唔講，佢轉頭到佢講啊！清楚，冇咩事啦。咁你兩個冇咩習慣，你兩個先會知啊！即係兩個有冇啲暗號啊，或者係暗號？踢波有咯。即係我譬如一轉邊嗰下咧，我好自然同佢會望一望。跟住即係中場可能譬如馬卡尼一攞波咧。咁 Marco 又會望一望我，我即時就即刻入中間。會喎。講埋先，聽埋先，聽埋先。你繼續啦。跟住之後就會即刻走入中間，就可能製造個空位俾 Marco 後上咯。啊！我頭場先輸2-0，後場先輸2-0，好似三喎，啊3-0，唉，好球，贏一球啦！OK，好，之後我下一個對手對住呢個俊天先，俊天曼聯係嘛？唔好啦，打機用曼聯好渣。我冇唔關事喎，曼聯同埋呢個兩回事喎。即係喺打機。呢度用曼聯，對曼聯好渣，我用翻做斯隆大巴啦。咁本身嚟講，兩個主要睇開邊個聯賽，即係頭先英超你講咗啦，咪真係專注啲英超。都係比較睇開英超多啲。好啦，都係英超，因為英超好刺激，即係你會覺得五大聯賽裏邊其他聯賽係即係可能有一隊係特別強，跟住其他隊都係可能即係冇乜機會贏到，但係英超有好多。隊都係平均啲咯，刺激啲咯，成個流程。今場應該都似，應該但係佢好多嘢講啊！阿石嘅好多嘢講啊！最先就比較拖慢同我講咧，之後我喺度撈喺度講啲咩時候咧，就俾人搏幾球、三球都係咁樣策略嚟咯。我位可以夾法，我而家先問佢兩個策略，我中咗伏呢個時間。咁即係咁歐聯咧，歐聯啊，先講歐聯啦。咁你兩位點睇自己隊波可以去到邊度咧？我諗呢場都曼城嘅，即係16強就拜拜啦，曼聯會係。咁曼城咧？曼城就冇問題嘅，相信。咁八強咧，想對邊個對手？想對啊？梗係波圖啦，咪係都係。都係嗰啲啊！如果你覺得最難過係邊關？如果係話對邊隊嘅話，如果而家睇啊，我覺得係利物浦咯，反而。利物浦。我覺得利物浦係嗰啲越強越強嘅對手。上屆嚟講係三殺曼城，我覺得好似係。係啊！所以我比較，即係我會比較，如果我係曼城啲 fans， 我比較驚對利物浦。咁嗱，但係暫且嚟講喺聯賽方面啦，咁就揸分啫，都係咁有機會叫做冧莊嘅。咁兩位即係以你哋所睇，覺得嗰個問題在邊咧？即係話個，如果你覺得要解決一個問題嘅話，即係曼聯嚟講，你會覺得出邊個？普巴先所講就係普巴，仲有邊個咧？即係盧卡古嗰啲。我覺得前鋒真係好一流噶嘛，你知？我覺得佢可以話係球隊而家唯一一個正中鋒咯。咁但係就算唔出佢，我覺得可以出拉舒福特踢正中鋒，或者阿馬迪爾踢正中鋒都可以嘅。會比較好啲係嘛？係咯，即係唔會拖累球隊嘅進攻先。會咪可以係斯朗做 sponsor 代言人啊？祖雲達斯。
咁因為會唔會因為 C 朗嗰個足球大師之後，我中意更加會睇多啲意甲咧？都會留意多啲咯，即係會睇精華嗰方面啊，都會有多啲。好，等我嘗試下對利物浦對住你嘅早記先，真係兩隊都係阿爾，係啦，兩隊都係歐聯阿爾。咁變相嚟講，上呢三屆啦 ，C 朗都喺呢、這個歐聯度，即係叫攞咗好成績啦，喺皇馬。咁而家係轉咗去呢、這個。轉咗去呢個叫做意大利嘅祖雲達斯，開頭覺得會唔會覺得奇怪咁樣佢哋？我就冇乜點覺得奇怪，因為始終佢都老啦，咁意甲嘅節奏啊，各方面都係冇西甲咁好，咁、所以我覺得佢去都好正常嘅，即係同埋佢而家嘅表現都係十分之好。而家表現唔十分好喎，都超過添啦。係啊。哇哇，真係都估到你㗎啦！喺後面扭啊扭啊咁樣。哎呀，咁利物浦兩位都係叫做喺你自己外隊入邊嘅競爭對手比較強㗎啦。咁你覺得今年嚟講，利物浦其實優勝之處喺邊咧？我會話反擊做得好好咯，因為利物浦其實過去嘅打法都係即係。前場緊逼啊，即係希望可以盡快令對手失去控球權，就好似即係對住曼城呢隊三，曼城主攻啊嘛，咁變相利物浦就讓控球權俾你，反而等你一攞波就即刻做一個逼搶，就我覺得呢方面係做得好好，同埋利物浦好多入球都喺呢度發生咗，即係爭取到喺呢啲情況。C 朗勁，要爭氣，要爭氣，最大聲呢個傳人，最大聲呢個最有信心，勁咧！啊！總之果然一落場踢球是不同講法啦，呢件事真係。那你本身嗱，先都問了啦，你哋可能即係要翻工或者翻學啦，咁你係全職踢球啦，咁呢隻時間點分配呢隻時間會係？咁我都係每日朝早起身咁食個早餐，咁就會之後去搭車咁就去練球咯。咁有時練完球咁同一班隊友食個飯啊。跟住可能行下街，消磨下時間就會翻屋企。哎呀，即係全日大部分時間都係會係叫做踢波啊咁就。係踢波為主。踢波為主，咁就其他冇乜嘢做噶啦。會唔會做 gym 咧？本身？我就比較少啲咯，但係我相信下年會比較多啲時間投放喺呢方面。點解咧？因為下年。對體能呢一方面的需求會更加大，咁自己希望可以再加強呢一方面去應付翻下年唔同嘅對手，即係嗰啲外援啊，好似而家費蘭道傑子嗰個好犀利啊！咁你自己最想對邊隊咧？即係你話你今年嚟講，魚丸應該對咗最即係最有最大嘅叫比賽，或者最多人睇嘅一定係南華啦，定係南華同埋港會咯，對啊，係啦，咁就變相嚟講，下屆我當你真係升到好好彩地升到呢、這個超聯啊咁樣。咁你覺得邊隊係你最大對手，或者係邊隊最想對咧？會係最想對，如果真係梗係挑戰下傑志先啦，因為佢始終真係。球壇本地班霸係啊，同埋佢哋嘅球員都係好強，即係佢外援啊各方面都好出色。咁希望可以挑戰佢哋，即係就算輸都會輸得好睇啲咯，即係唔好話放棄嘅心態咯，即係點都要唔好放棄。哎呀，所以我都唔放棄專注波先嘅時間，咁咪翻球所以冇理由你兩對住你兩位入唔到球啊我。有啲咁細傑咧，細傑你本身嘅時間上，你翻學啦咁樣成，咁你一日嘅處理點樣處理咧？有時真係要睇翻即係嗰日翻學嗰啲時間表。咁如果時間冇撞到練波，就會出席練波嘅。咁如果撞咗翻學，咁例如可能十點上堂，咁我就可能朝頭早起身八點到食個早餐，之後刷牙洗面，之後我就會翻學啦。咁可能。有機會，如果可以趕一次去練波，就可能練一個鐘啊，即係盡量彌補翻，即係平衡到啲時間啦。咁可能晏晝之後又有堂嘅，咁我可能同一班就食完晏晝之後就會即刻去上堂咯，即係盡量都要平衡到咯。同埋自己本身又有校隊人隊啊嘛，嗰陣時要排我求證位，冇啊，咁都解唔到啊，有冇搞錯啊？校你有踢校隊，即係大專杯啊，有踢。係係係。咁
而家大專杯踢到咩狀況咧？都仲係分組賽階段。之前就已經踢咗個成龍杯咯。咁你今年你自己即係除咗球會之外啦，目標好清晰啦，就係升上超聯啦。咁你校隊方面，你自己目標係點咧？我自己其實就好希望可以攞大專杯冠軍，因為上年就失落咗啦，即係小組出局。咁以往其實 City 其實都係即係勁旅嚟嘅，即係從來都唔會話即係分組賽出局。咁所以今年就好希望可以即係再一次攞翻個好嘅成績俾即係一班嘅隊友同教練咯。喂，哇！仲要唔輸國球，有冇搞錯啊？俾翻國球嚟食下喎！咁本身嚟講，你兩個一踢右翼，一踢右閘啦。咁但係有冇話之前踢開咩位咧？我細個即係香港隊嗰陣，試過俾教練叫我踢中堅咯。咁直到最近喺翻球會先踢翻右閘呢個位置。咁你自己本身其實本身自己中意踢咩位本身？咁我又比較中意踢右閘多啲，因為有一。除了防守之餘，有得進攻喎。即係中堅踢波下就已經係選擇咗喺呢個位置。佢係唔係一開始細個係踢翼或者中場先嘅，跟住到慢慢大個就開始去呢個位置，呢兩個位置。哇！你真係打機啊，發覺咧，同我以前一樣，真係好勁。哇！哇！真係寫咁靚嘅。不聲就嚇你一驚，三球啊！上半場已經三球啦，下半場我點搞咧？可能代打先咯。OK 喎，啊，轉頭下半場，我如果仲係入唔到球嘅，我就會揾細傑出手，但係兩隻只撕邊啦，真喎。睇下兩個有冇幾勁先，嗰兩個真係。咁啊唔使講，你我贏啦。梗係你勁啦。真係讓三球回家。夠啦。我收多幾球俾你好嘛？你贏過未？平時有冇贏過嘅？咁啊，梗有啦，我贏。佢贏喎，佢好大氣話佢贏喎。佢贏嘅次數多啲咯。咁但係兩個本身嚟講，屋企人即係住得近啦咁樣。咁叫做有冇即係有冇踢過啲？我你唔俾我入乜球啊？成日。有冇踢過啲咩石地比賽咧？本身嚟講，佢哋石地啊？石地比賽就有嘅，不過就好少有一齊踢咯。都係會唔同隊，好少做對手兩個。有啊，喺踢呢個賽馬會嗰陣。因為元朗區一個係屯門區。好呢個時候交俾我手手掣，就交俾呢個細傑，因為有時候我真係唔夠踢，我真係唔夠踢㗎。OK， 我另外睇下兩個試片，我而家要。仔，好，交俾你先。你都係 winning 手掣。係一樣。好。一陣咧，到我輕鬆鬆自由風可以問下佢問題啦，係幫我諗下嘢啊嘛，即係咁好啦，兩位嗱，血氣方剛啦，有冇有拍拖先兩位？我 Marco 有咯，你都有啊？你談咩啫？我都有。咁嗱，身邊嗰個咁有冇話嫌棄喎？你哋話係唔好一齊踢波啦，或者咁多踢波時間會冇人陪佢哋咁樣咧？我一齊嗰陣我已經講明咗，即係話。我不會因為足球而放棄佢，唔會因為佢而放棄足球。會啊，喂，真係技術上咁嗱，睇你哋兩個咁打法，其實本身嚟講，屋企有打 FIFA， 打開有冇踢過 Lead 啊？你冇，但我哋即係會喺玩 Pro 級咯，即係一班隊友。輸咗四球，第四球輸咗。瓜事啊！呢球瓜事啊！呢球瓜事啊！認真啲。我未認真嘅，認真 OK。你俾啲火而家，會唔會打機打得好認真咧？即係本身嚟講咧，認真啲。本身嚟講會唔會話，即係自己對自己都會啊，認真啲打啊咁樣，會唔會有咧？有時即係輸咗會，即係會唔憤氣啊嘛。啊，咁咪希望認真啲。而家咁容易地可以連線打機，咁兩位會唔會話夜媽媽靜雞雞咁就？都有時咯，但係唔多咯。啊。都比時間上，係啊，即係夜晚都比較多啲係休息，幾點鐘瞓咧？成本身你哋，即係你啲時間正常。我話咧，即係十零歲，梗係出去玩嘅啦，話蒲酒吧啊、唱 K 啊、做公仔啊、媽媽呢樣嘢，我都可能出去玩。咁但係會唔會話啊？即係踢波令到自己時間冇咗啊？呢啲會唔會有啲感覺上？而家係會分配好去玩嘅時間，即係通常都係 weekend 啊，即係去。
一個禮拜最多一兩日咁啊，即係咩以前唔係全職嗰陣真係少咗好多啊。嗱，而家變咗全職嘅情況啦，咁屋企人就冇話先都問咗你哋啦。屋企人你踢波之前就都有些少嘅反對，但係而家啲冇問有冇啲有冇更加覺得啊會入嚟睇睇你踢波啊，睇你比賽會有。咁、我爸爸就由細細個到而家都每場比賽都會嚟睇咁差唔多。咁我覺得就冇咩變化，即係佢一直都會支持我。嚇、啊、做咩啊？如果為咯。犯規喎、啊！犯規喎、啊！咁點解最突然？係犯規啊！阿樂，咁細傑咧，細傑，你屋企人有冇去過睇你睇比賽咧？有啊有啊，但係通常都係啲重要比賽先，即係可能決賽嗰啲先，因為佢好驚我，即係有屋企人支持就太緊張，即係發揮得唔好咯。咁你自己有冇話真係如佢所料咁樣，真係緊張咧咁樣？以前都會有嘅，但係而家就可能。我好明显系冇运嘅手仔，即系而家就可能会，因为都适应咗压力，所以就即系即使可能屋企人睇都一样会有好有信心踢咯。有冇话自己需要即系之后好啦，之后个未来嘅方向啦，会系即系呢一年啦，会话自己进步咗去，进步到去边个位置咧？我就希望可以保持喺正选呢个位置先咯。另外。亦都可以下年接近港超的水平咯，即係始終第一年踢咁個水平一定會有相差，希望唔好太遠先咯。啊，會唔會話偷話又話以呢段時間得閒有入去睇下？哦，有啊，都會有睇下港超聯啲比賽。我比較多睇元朗咯，因為近嘛。即近。哎呀！咁元朗會唔會係你會覺得啊，叫做都想加盟咧？會唔會諗住？即係如果我俾你而家揀一隊轉會，會轉去邊度咧？亦都留翻愉園啊，會係。我諗都留翻喺愉園啦，因為始終都係由教練嗰方面都係由細個睇到而家大個。咁佢對我嘅熟悉都比較多啲啊，咁知道我嘅踢法啊各方面。咁去到其他球隊就要慢慢再適應，同埋而家球隊嘅隊友好多都係由細細個到而家都識，咁都係溝通默契嗰方面都好。咁再寫啦，咁而家元你睇元朗愉園 愉園踢咁耐咧，有邊場波特別有叫做深刻印象啊？兩位，我就對港會嗰場啊，因為嗰場我好早就已經受咗傷啦。啊！會追翻球，都係俾一隻我都算睇嚟嘅半場，係繼續。嗰場自己受傷啦，咁到而家都仲未可以話係好翻曬，即係整傷喺邊度咧？嗰時係左腳腳腕咯，韌扭親啊，韌帶扭親。韌帶扭親，哇！好彩真係有排好咁樣都會。咁啊，細傑咧？我都會係即係都會比較係港會嗰場波嘅，因為嗰場波即係始終對手其實嗰陣時嚟計，即係港會係比較上係同我哋有競爭，即係有機會係贏到嘅。即係嗰場波我哋都踢得好謹慎，即係唔想喺呢場波度失到分啦。咁自己喺嗰場表現都可圈可點啦，即係可能博到十二碼俾球隊，即係入第二球啊。可能喺邊線製造一啲威脅，即係盡量都希望可以。助攻俾隊友射波啦，十二碼喎，梗係冇啦，搶得唔準。即係咯，呢個真係我自己一直踢波嗰個踢法，即係我希望可以貢獻到一啲助攻俾隊友，係我自己嘅方向咯，係咯。但係嗱，有一場對南華嗰場啦，應該兩位都未必即係出世咁後生情況下，未知南華對愉園嗰種老牌球會嘅打比，即係佢哋嗰個打比大戰啦。其實你嗰時見到情況下，有冇覺得震撼咗咧？即係哇，咁多人睇突然間，哦係啊，會即係平時嗰啲。比賽冇咩人睇但係突然之間嗰場多好多人，有記者有成會嗰場啊，好 surprise， 更加落力。咁咪咁，我踢之前都會知道呢一場係大戰嚟嘅。細傑咧，好震撼咯！即係冇諗過原來兩隊老牌球會，即係一對對敵嗰陣時，原來真係可以引到咁多球迷支持，即係好未即係未，因為未試過呢種情況，真係覺得好。即係好奇啲咯，所以自己踢嗰陣時開始都有啲緊張。
但係之後就可能因為我哋本身都其實即係遇過好多大型比賽，咁即係喺逆境或者係面對一啲壓力嗰陣時候，我哋都會懂得應付。嗯，同埋嗰場波我哋都合力製造咗一個入球嘛，所以其實由嗰場波開始，我哋即係大家嘅默契同埋互相嘅信心都高咗嘅。有冇話今屆諗住入幾多波，或者係有冇話總幾多咧？兩位冇啊，有set目標俾自己咧本身。咁希望可以，即係我有個就係每一季都有入波嘅。始終我後衞咁講今季啊，死嘢係呀！咁今季希望咁起碼都要有一個入球先。咁助攻而家都有幾個，咁希望都 keep 住有。成傑咧，成傑有冇話想幾多球啊？其實反而有。一開始因為冇諗過自己會有一踢嘅，咁我嗰陣時一開始 set 個目標都係想每一場都可以正選上陣。咁你話而家可能即係慢慢有咗信心之後，就希望下半季可能平均，即係意思係可能13場比賽啦，咁希望入到五六個球、五六個鐘，即係盡量都係一半一半咁，俾到幾多就幾多咯，即係冇話係咯，冇話特定目標。好啦，咁今日就真係希望兩位成功啦，即係希望之後大家真係可以。之後就入選大個腳啦，咁我喺電視又好，入場睇兩位都好見到兩位。咁今日歡迎大家真係都係兩位上嚟我足球機嘅節目啦，咁樣樣。好，希望兩位加落嚟啊，兩位上仔。好，今日時間差唔多，下集再見，拜拜。拜拜。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節目啱睇嘅話，記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 Facebook 專頁，去分享下你哋嘅意見啦。